哇哦，你看这个一枪两翼的伤害，真的是一击必杀，非常的变态。那么呢，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那么呢，今天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卡这个一击必杀无限武器伤的 bug。那么呢，在这里事先提醒一下大家，刷不刷取决于你。如果你要刷的话，就做好一种心理准备，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风险，因为服务器那边可能会检测出来这种数据异常。如果你担心这种风险的话，那最好不要碰了，不要刷了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十三一打有非常离谱的2.4M 的白字。然后呢，它是在主武器的槽位上，副武器的槽位呢是 MK17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拿出十字军，你可以看到它默认的武器呢架了是十三一打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和这个机枪塔互动，然后再返回了之后，你可以发现那个武器呢自动切换成副武器，也就是 MK17。接下来手动把副武器切成主武器，也就是十三一打。然后呢，继续和这个机枪塔互动，就是重复这么一个流程啊，多刷几次啊，十几次、几十次都是可以的。刷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做到一颗子弹两亿的伤害了。有了这个 bug 之后，你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试一下传奇五政令，你甚至可以英雄五政令的银行赌盟啊，再玩一下。看着这个满地的奖励呢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呢，经验给的还挺多。你甚至还可以在八人本这里啊，八个人一起卡这个 bug，然后体验一下秒 boss 的快感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可以做一次叛变特工了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秒扰二、老三、老四的实况，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刷不刷取决于你。如果你要刷的话，就做好一种心理准备，可能会遇到未知的风险。如果你担心这种风险的话，那最好就不要再刷了。特化局拿好，没事了，没事出了，来！秒了，秒了！我靠，秒了他！我特化一直直接秒，走。特化可以直接秒的，直接。你蛋这么，你在干什么啊？疯狂试探啊！别打了，打，秒了，再见。秒了，果然，特化大狙真好用。内群准备，三二一进。四外呢？四外去哪里了？四外在摸鱼。四外，你赶紧上去了。那个。那个1049，你切手雷了吗？加了。OK。我打算了。通过。买。来，我这边。扔吧。扔。不用。直接打弱点。你们别打核心，你们别打核心。打耳朵。来。弱点不要打，走打歪了。走。哎。走。放过。核心。来，内圈准备，就绪了。OK， 来三、二、一，进去。你们要小心，别死了。刚那一炮炸的，差点没离开这美丽。家补回来了，差点没离开这美丽的世界。这么说，你很想离开喽？我觉得没有，并没有。我觉得这野猪有点惨，已经有两个野猪惨死了。小心，谁要打？谁要打？三炮。哎，胖子，还有没有胖子？我来，一胖子没了。走。Oh yeah！ 哇！没死吧？哪边？我这边打不了。打了。真的够快，这次。上一次打了好久。其实你们到底是之前打？因为疯狂有人掉线，因为还有沟通问题、配合问题。主要还是沟通问题、配合问题，掉线一个人无所谓，四个人都能打。哎呦，没事，已经赢了，没输，我没输，没得打了，我舍不得开箱子啊。开吧，板凳。开吧。哎，算了，开了一样。哇，金色出了吗？不可能的，出了40级幸运人，我的天！看我说的嘛，炸了！我说的嘛，了真的叫工具人了，这次。好的，那么的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，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《全境二》的最新视频了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